妙啥呀？嗯？咋了？来过来，挠两下子，还得给点奖励呀，不给奖励不玩啊？哎，对嘛，给他扒拉转。太笨了嘛！妙啥不会玩啊？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呢。哎，原来你也是水货呀，不会玩。来，果果豆豆给你们买了一个新玩具。来，放这儿。他妈倒挺好奇。看谁出名，谁会扒拉，谁第一个扒谁拉能扒拉啊？扒拉转。回去来了。来，英俊虎，那回形金老师，你再扒拉一下，扒拉一现下。在还在转着呢。一群吃瓜群众，哎，你看英俊会扒拉，哎，你看。啊，你再扫扒拉一下，把它弄那个灯亮了。来扒拉扒拉，不是吃的啊，哎，我闻着那个味儿了，哎，亮着呢。哎呀，哎哎，英俊真出名哈，呀，哎呀！我们英俊的智商最高，偶像都跑了，都不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英俊真出名。他闻着里面的那个什么呢？豆豆，哎，你再动一下，你把它弄亮。弄亮哈，这里有灯，动对，一下，哎，英俊也会扒拉哈。它不会弄亮，你给它亮了，霓虹灯着了，你们不跳一曲迪斯科？小宝儿。这玩意儿要是关点灯，这灯就好看点哈。又灭了，谁能扒拉两下？这也会。英俊，哎呦我，哟，那行，反正好赖弄着了。动一下哎，英俊，哎，这面啊着了。还是我们英俊厉害哈！你看每次玩都是他玩，人别人都是看看的。关灯是什么效果？嘿，一堆猫，一堆猫啊，在这圆桌派。开动吧！哎呦，没着，哇，英俊厉英害！俊把它打着，能不能给打亮？他得往下拍一下才能亮。亮了，亮了。哇！你说那些猫看英俊玩儿，难道就英俊腿长吗？你们不会上去拍两下？他的确他对腿最长。你看。哎呦，都跑了，都躲起来，都不愿意看了。开灯，还等？哎，好玩吧。快点！我看也走了。就是我说大猫都没兴趣，偶像，才2岁吗？偶像，你老装什么老干部？你过来！等他们玩一会儿，给大帅玩玩。哎呦我去，老要打倒。你这好厉害呀、啊！我给再摁一下，底下把那，不用不用，哎你这，直接给弄这倒吸了。盘得摁一下，要不？啊，有吸盘可以用。啊，来，好。来，英俊，小宝也扒拉两下吧。小宝胆小。英俊会扒拉，来，英俊，开动！你看英俊一看就当过司机，哇塞，这太厉害了，还能弄亮！哎，英俊又成男一号了。这是谁？这是果果，这是果果哈。果我果也也，感兴果趣，果也扒拉两下。豆豆不感兴趣这个东西。哇，
我去，小心又太厉害了，又给起开了。啊，英俊的智商真挺高。嗯，英俊这是不显山不漏水。小宝胆小，每次都躲到最后面，怕伤到他。好看就。我看待会儿把门牙打掉了啊。好看，好奇的呀。你瞅着，那落枕都能治好。嗯。